要是有新人没事弹个吉他或钢琴给我听，搞不好会感动。音乐是最催情的，男女之间无法表达的情谊都会夹带在音乐里面。好，咱们就来个美的教育。岳父大人，生女尚未组成熟分，我还没接受你，请不要乱叫。这如果是你要给我的考验，我都会大口大口把它吞下去，噎死你。三立都会台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，圣女保镖。